理出一个头来，然后那头绑在那个一个采访机上面，然后那个采访机事先我录好的音就是关于蝉什么蝉，第一个蝉是缠绕的缠，第二个缠是禅宗的禅，就两个禅通过中国的这种发音的不一样，然后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，然后当时就是这样很大一堆的这个鱼线，然后禅什么禅什么禅，哎，禅什么呀禅。